Thank you, that was beautiful. 多謝你哋唱得好好。係，真係非常好。各位你哋好，我叫伊麗莎。我係米切爾，歡迎嚟到為年輕單身成人嘅第二次面對面節目。剛才提庫尼、傑森、娜塔莉同埋艾莉卡為我哋表現咗好美麗嘅詩歌，我感受到救主的愛。冇錯，今晚我哋好榮幸可以聽到十二使徒定一組嘅達林烏克斯長老以及羅素培勒長老嘅講道。今日能夠有你哋兩位同我哋一齊，真係好啦，多謝你哋啊！我哋都好開心
我哋两个可以今晚喺呢度，并且转播到喺世界各地唔同地区数以千计嘅研究所同埋其他嘅场所。我哋特别高兴可以转播到福音研究所。我哋喺领导教会嘅其中一项工作，就系要增加登记同埋参加研究所嘅人数同埋出席率。所以能夠在這樣的形式出現，這個是很特別的榮幸。我們要將我們的愛越過千山萬水，並且穿過所有電子的裝備送到世界各地。好了，我們想感謝兩位，並且我們希望你們都知道，我們今晚的節目是由洛干宗教研究所的学生主持，而我们正身处在犹他州州立大学的摩根剧院。跟我们一起还有墨西哥市的一班朋友。Hola. ¿Cómo estás? 还有秘鲁里马的朋友。Hola, ¿cómo está Perú? Gracias por estar aquí.我哋好开心能够有你哋同我哋一齐参与呢个节目。我邀请你哋将你哋想向我哋嘅嘉宾提出嘅任何问题提交到 ysa.facetoface.lcs.org。你哋可以用 #LDSFacetoface 摆上 Twitter、面书同 Instagram。记住，你哋喺社交媒体上面交谈中都要用到相同嘅 hashtag。记住要摆一啲你哋中意嘅引言、任何谂法，甚至系你哋参与今晚呢个活动嘅相片。现在来自墨西哥市的艾美特支联会南西哥迪奥会为我们做开会祈祷。Amado Padre Celestial, te damos las gracias por la oportunidad que nos das de estar aquí reunidos como jóvenes adultos solteros. Agradecemos, Padre, por la bendición que tenemos de estar aquí y de poder escuchar a tus discípulos.Y por la tecnología que nos permite tener este tipo de eventos. Te agradecemos especialmente, Padre, por tener el conocimiento del Evangelio en nuestra vida y porque podemos ser una luz y podemos compartir esto con las demás personas. Te pedimos que durante esta reunión nos puedas bendecir con tu Espíritu para que sea Él quien pueda testificar a nuestros corazones y que podamos atesorar estas cosas, pero más aún te suplicamos, Padre, que podamos...tener oportunidades y la valentía y el tacto para poder compartir estas cosas con las demás personas. Te rogamos para que siempre nos permita ser más como tu Hijo Jesucristo. Gracias por Él y gracias por todo lo que nos das. Y deseamos esto en el dulce nombre de nuestro Salvador y Redentor Jesucristo. Amén. Amén. Muchas gracias, hermana.乌克兰长老佩勒长老，在我们开始问问题之前，你们有没有开会之前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就是为了这个小时的聚会，我们已经收到超过4000个的问题。我们未能够读完每一条问题，但是我们有人帮手将问题分类，然后将重复的放在一起，并且我们今晚会努力专注在那些在世界各地不同地方都問緊的一些相同的問題。所以佩勒長老和我會負起這個責任，我們很興奮可以能夠一起來到這裡。我們真的很興奮，你們拿著 iPad， 而我和烏康斯長老在這些類似的科技面前就顯得有點落後了，所以我們會盡力的，但你们可能要忍受一下。我们很高兴能够和你们一起，我要表达出总会会长团以及十二使徒定下组所有总会持有全病人员的爱给大家。我们会向大家坦白直言，并且透过圣灵的力量，我们希望今晚天父会祝福我们所有人。佩勒长老和我已经好像今天这样坐在一起超过33年，我们了解对方，可以帮彼此讲埋佢哋未完嘅说话。如果情况有需要嘅话，但系我都靠晒佢噶啦。但系我哋可能喺开始嘅时候需要强调，
或者请你们去了解一个事实，就是我们有成千上万的人收看着今次的转播，大家都有不同的经验，还有在教会有不同的成熟程度。所以如果我们看起来并没有回答你的问题，或者我们的答案未去到你在教会中的成熟程度或者经验，请你明白我们希望达到是在中间的目的。明白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开始了。非常之好，我们即刻开始问第一个问题。要提一下的是，首先我们为今晚的活动已经收到几千个问题，所以要多谢你们提供的问题。我们第一条问题是有关获得并且保佑见证，一位来自犹他州的单程问到我怎样可以真正明白和相信我们被教导的事呢？我一直祈求答案和圣灵的证实，但一直都得不到我的答案。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讲的是启示或者灵感是一个过程，而主会教导我们，这些教导是行上加行，令上加令。他亦都话俾我哋知喺教育和圣约第88篇，系佢会喺佢自己嘅时间，用自己嘅方式，按照佢自己嘅意思嚟临。所以我哋耐心咁等待主，唔好因为我哋第一次或者第一年去求问主而未得到答案嘅时候，就变得好紧张。我要补充嘅系，我哋有时变得好难去聆听，我想我哋太快去投入啦。尤其系喺世界历史嘅呢一段时间中，单身成人，甚至所有人都好容易被杂乱嘅事情去俘虏。我所讲嘅杂乱嘅事情，就系指所有现今嘅科技，所有会喺你获得生命嘅指引嘅时候，将你嘅心智带离开那个宁静的时刻的各种科技。你们所担心的并不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我想每个人都经历过，当然我们都试过，并且仍然都被影响住。但是当我对一些事情有所担心的时候，我一定会找时间，找一处安静的地方，让我可以静下来，知道我就是神。然后那个安静的时刻，你不会听到声音，也不会有异象，那些都是很不寻常的事。但是你在心里面真正所感受到的，就是天父最终要给你的答案。你所感受到的是归信的过程，归信是一个进行的过程，一直到我们最终由这个世界去到另一个世界的那一天。讲得非常好，多谢你。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有关分享福音。问题就是，我怎样可以维持我的标准，而不会冒犯到跟我不同观点的人呢？我会建议是不要紧的，只要保持面上的笑容。要知道你可以提到福音并且保持愉快，这个是一个美好、光荣和快乐的信息。有时我们会有机会去解释复兴的信息，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可能会在解释的时候变得有点过于严肃。这些是很光荣的信息，我们要做回自己。要明白这些人只是想认识你，他想要知道为什么你会相信你所相信的复兴。而当你去分享这些感觉，这些独特在你生命中的事情的时候，就会跟其他人产生了连结。在一段日子之后，他们就会开始询问你更多的问题，起码这些就是我的经验了。所以我说要放松并且享受福音，以及要以微笑跟其他人去分享。经文说要温和谦卑，我们不会将福音强加于我们的朋友或者家人身上。我发觉当我们向不相信的人宣告福音原则的时候，千万不要跟他说
你信唔信都好啦，真系咁噶。或者喺回答点解我唔饮酒或者饮茶嘅问题嘅时候，千祈唔好暗示话你咁样做，所以你系错嘅。要讲，因为我所订立嘅圣约，所以对我嚟讲咁做系错嘅。然后唔好令其他人觉得系惭愧。首先嘅步骤。我哋下一条问题系嚟自秘鲁嘅朋友。Hay alguien que le gustaría hacerle una pregunta a Elder Oaks y Elder Ballard? Sí, adelante. Mi nombre es Wendy Flores y mi pregunta es la siguiente: ¿Cómo puedo diferenciar entre la voz del Espíritu Santo y la voz de mi propia conciencia, sentimientos o deseos?所以佢嘅问题系我点样分别出圣灵嘅提示同我自己嘅思想同感觉咧？呢个系我哋一生中都遇到嘅一个问题。要记住经文教导我哋，灵感嚟自于微小嘅声音。呢个并唔系一时兴起去做我哋想做嘅事。然后有既定立场咁去确认我哋嘅个人意见。当我要搞清楚究竟系我想要确认我想做嘅事，抑或系主希望我做乜嘢之间嘅差异嘅时候，我发现使用呢一种有立场嘅测试好有帮助。如果我得到个感觉要去做一件我唔想做嘅事，我認為這比獲得或者報告一個我已經被證實的感覺要真實得多。我也是這樣覺得。要多說一句的就是，主的教導、教義教導我們，每一個人來到地面上的時候都是擁有基督的靈，所以無論我們出生在哪裡，會成為怎樣的人，我們都有祂的靈，所以聖靈的力量，祂就是那位一切事物的教師。你必須要確定你生活正義，假如你生活中有任何事情不是那麼正確，而那麼巧你又想搞清楚聖靈是否與你同在，或者你是不是得到適當的提示的時候，我給你的建議就是，你必須要以令到你獲得那些提示的方式去生活，而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重要工作。我们都努力着，也都是为什么你会一次又一次这样在总会大会里面听到我们要求你们去做祈祷，我们要求你去研读经文，我们要求你们重复地做这些简单的事情，因为这些就是培养和保证你能够知道的根基。当然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我们得到一个与经文、神的诫命、神的领袖的教导相违背的感觉，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并不会是从圣灵而来的，福音是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曾经和一些来找我寻求忠谷的成员有个这样的经验。他们说，我们的父母告诉我，他们已经得到启示，他们不需要再交十一奉献，他们不需要再回教会，你觉得怎样啊？我说，我不怀疑你父母的启示，但是他们从错误的来源得到启示。这个就是培勒长老刚才所教导的原则的一个例子了。多谢你。我们下一个问题，其实我们收到很多问题都是有关同性吸引，所以那两个是我们所收到问题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位来自巴西的单程问，对于一个同性恋的单程来说，有什么重要事需要知道而保持福音的坚定呢？而一个异性恋单程怎样帮助呢？还有来自纽约的单程问，
这个世界好像对于我们对同性吸引的见解有沮丧感觉，虽然我们有差别，我们怎样表达我们的爱呢？我们收到的很多问题都是关于这个主题，我们希望可以帮到大家。这个是很多人，甚至是个别的人以及其他人代表他们的朋友或者家人关心的问题。开始的时候，我想引用一对很自豪的祖父母跟我讲的一番说话。他们有一个正为这个问题而挣扎的孙，他说，我很满意，我可以用这个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不会容许我的性取向影响我的灵性。我认为简单来说，这个是一种信心和决心的表现，而不是被一件事和另一件事相混淆。我相当赞同，但我认为我们必须谨慎和愿意去倾听，我们必须愿意就这个问题互相去交流。对于教会的成员来说，还有两三件事要记住的。一个是我们立了约，然后在我们有生之年努力去守约。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些对同性吸引的人，他们也是神的子女，他爱他们，无论他们的情况是怎样，他们跟所有父的子女一样都拥有一席之地。教会是一个避难的地方，一个可以来到并找到生活问题的答案的地方。但最终还有圣约，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在我们的生命中作出决定，进入神所教导对我们这个尘世旅程很重要的神圣圣约。所以我想我们要去爱，并且尝试去理解，尽可能去解释福音圣约的重要性。当我们所有人都努力去遵守我们的圣约的时候，那天父为所有人准备的所有祝福都会赐给他们。我想确认并且提醒我们，我们所有人所立的圣约是我们愿意承担彼此的重担，记载在摩尔门经摩赛亚书的第十八章。而在新约，使徒保罗说，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因此尽管世界上无可避免地存在着分歧，还有很多不同的界限，但是要彼此相爱这一条诫命。但是所有这一切是彼此相爱，承担彼此重担的诫命。首先，我希望后期圣徒永远不会与欺凌、暴力和骚扰扯上关系。但是口头的虐待，我们听到很多的报道，我们只是鼓励我们在爱的气氛中与这个非常真实的问题去挣扎。还有另一件事，就是我们需要谨慎，不要标签自己或者是标签其他的人。我们任何人所能够承受最重要的标签是我是神的孩子。这个简单的主题是我们美妙的初级会的诗歌，这个是跟着我们一生的重要标签。我们不应该标签自己，说自己是反这个或者是反那个，
而是神的孩子，意识到我们所有的人都有我们自身的诱惑、困难、倾向和负担。如果我是一位主教，要给你们每个人忠告，我会说不要标签自己，无论那个标签是盗窃狂，亦或是我来自德州。我用德州做例子是因为我们都知道那里的人是多么自豪的。他们是来自德州的。而我要向所有来自德州的人都单诚道歉。你看到他真的整天都救我脱离危险，我真的很需要他。好，多谢你们的回答。我们下一条问题是有关于另一个敏感的议题，等我看看找是不是在这里。所以我们下一个问题是有关于情绪的问题，来自加州的 Makayla 提出以下的问题：我一直与焦虑和强迫症斗争，这个确实是一场不断的思想斗争，有什么建议呢？你们，我想这个并不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我看回我的生活，老实说，我都有很多情况感受到焦虑。如果我们可以保持平衡，我不肯定焦虑是一个可怕的事。因为有时如果你有少少的焦虑，你就会倾向并且保持事情的进展，保持你的生活。我认为那些陷入极度焦虑、抑郁或者其他情绪挑战的人，首先要做的是跟你们的父母倾谈，要诚实开放地跟他们商讨。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资源，可以跟你的支会领袖、圣职领袖或者你的女青年或者慈助会的领袖倾谈。而假如情况变得更加极端，咁你可以暂时应对一下先，然后或者你需要寻找专业嘅指导。有啲人喺呢啲问题上已经做咗好多嘅研究，佢哋嘅职业就系为咗了解并且同嗰啲有焦虑、抑郁、强迫症或者喺生活中面对其他事情嘅人沟通。所以不要害怕去向爱你并且可能比你更加了解你的人去寻求一些好的建议，一些好的指导。那些人可以是父母或者你的好朋友，然后有需要的时候寻求专业的协助。当你在生活中经历这些阶段的时候，要信任主，并且靠自己的信心和自己的祈祷以及自己的奉献来到呼求天上的帮助。对于这个问题，我和培勒长老有相同的反应。我想强调的是，我们所有人都有某程度上的焦虑。幸运的是，可能只有少数的人的焦虑是去到令人没办法去行动。但我记得在四年级的时候，我的爸爸过了身，我的妈妈有很严重的病，我是一个非常不安的小男孩，我被称为房间里面最蠢的男仔。这件事为我带来很多的焦虑。后来当我去法学院的时候，我有極度的焦慮，我確信我沒辦法可以跟我的同學去比較，他們似乎都比我更加聰明，做得更加好。但我很高興當時那些嚴重的焦慮並沒有阻止我去繼續前進，去信靠神以及渡過這些的難關。而對於我們大多數人來說，焦慮並沒有令我們沒辦法去行動，這個是對於關於焦慮的答案。而且我們知道，我們的主和救主耶穌基督的贖罪可以幫助我們
同增强我哋去面对呢啲逆境。通常我哋讲到耶稣基督嘅赎罪，就系救我哋脱离死亡，令我哋嘅罪有机会被宽恕。但系赎罪第三部分喺亚尔马书第七章十一至十二节中有非常详细嘅描述。救主承受呢一切，使佢了解如何依照佢人民嘅软弱去救助佢哋，唔系佢哋嘅罪，系佢哋嘅软弱。所以当我哋有焦虑嘅时候，当我哋受到诱惑，或者当我哋有焦虑嘅时候，我知道我可以求助各位曾经感受过呢一切嘅主，佢会加强我，帮助我。多谢。我希望你哋都了解，乌克斯长老同我都为咗从盐湖城嚟到呢度，同你哋面对面面谈，感到有焦虑。所以，虽然我哋咁大年纪，我哋都感觉到焦虑，呢个就系我哋嘅一生活。我好中意听到你哋嘅故事，所以多谢回答嗰个问题。下一个问题来自保加利亚，佢哋问你可唔可以分享我哋点样喺世俗同埋灵性生活揾到平衡呢？我哋点样识别嗰两者嘅差别呢？我认为关于平衡生活的问题，是我在教会领导和一些小组会议中最常见的问题。每个人都需要平衡，而且这些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所有的情况都不一样，真的需要由个人的处境去回答。但是我们有一些指引，例如主在十诫中赐给我们一条关于平衡生活的伟大诫命，六日要劳碌作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首的安息日。这条诫命为我们在分配时间和方式上建立了平衡。根据我的经验以及观察其他人，遵守安息日的人有一种来自天上的内置平衡去帮助他们。我想我会补充多一点，就是每一日都是灵性的一日。每日早上从祈祷开始，我们每日都呼求天上的祝福来到看顾我们和引导我们。而我们进入一个物质的世俗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我们不得不去谋生，去赚取我们的生活，来到达你现在的人生阶段。所以不要尝试说将两者去分开，说这个是这样，那个是这样。我想你要说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而你要确定你个人的灵性需要是由那些增强你灵性的事情中得到滋养。而当然祈祷和研读经文以及一些简单的事情会帮助你保持专注，和要在你前进中保持平衡。这些事情包括结婚、养育家庭、有一个工作，以及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尘世生命中所面对的一切其他事情。而且你不能够每一日去平衡的，你要在生活里面经常保持灵性的事物。但是你不能够订立一个规则，就是说你会用 20% 的时间在这里， 30% 在那里，或者 60% 在那里。根据你每日的活动，这个将会有所不同。安息日为七日提供平衡，但是在七日之内，正如培勒长老教导我们，你需要建立平衡。我想用今期2017年11月的征期去说明关于平衡的另一点。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去说明，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生活中
飽享同埋領受靈性嘅事物，去平衡博客圈、社交媒體、互聯網同埋其他因為過分嘅關注而令人失去平衡嘅事。呢啲事往往令人對經文同埋活著嘅先知嘅教訓唔夠重視。非常多謝，我哋啱啱幾秒之前由推特收到一條問題，加美拉正在秘魯透過推特收看這一次廣播，他並不是教會的成員，他想知道怎樣可以加入教會，以及怎樣可以知道教會是否真實的呢？你們會怎樣回答呢？你們問對了人了，聽著了，學習和理解主耶穌基督榮耀和美好的一生和事工，學習從祂身上建立你的信心和愛心，然後就這樣開始，讓你的信心引導你找出哪裡是真理，哪裡是聖約、戒命、永恆、救贖的教義等等，在世界的哪裡呢？然後聽下傳教士，聽下你的父母，或者從了解復興的朋友到了解一下，透過先知約瑟斯密復興耶穌基督福音的奇妙故事，的確是世界歷史上最動人心、最光榮和最真實的故事之一，而最美好的並且每個人都可以拿到手的一樣東西，令你知道這間教會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是不是真實的，就是摩爾門經了。摩爾門經向全世界證明了我們的信息是真實的，當人們讀到這本書投入其中，他們就會開始找到他們人生問題的答案。我是誰呢？我的目的是什麼呢？我由哪裡來？我為何來這裡？我去哪裡呢？每個人最終想知道的事，所有答案都在這個復興的福音當中。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給你的地址給我，我會看看有沒有傳教士或者其他方法，我會盡量幫助你透徹了解這一點。你已經找到真正的教會，耶穌基督教會，你可以看到我並不是太過興奮的。好了，多謝你。我們下一個問題，其實你都應該知道，在我們的世代，色情是我們最大的挑戰之一。這裡有兩條問題，一位來自加拿大的單程文，我有瀏覽色情的癮習，我已經努力希望獲得更大的力量，但是卻再一次犯罪，所以我還可以做些什麼去克服這個癮習呢？還有另一位來自紐約的朋友，如果你的約會對象有瀏覽色情的癮習，你應該怎樣做呢？這些都是我在五代之前長大的時候沒有遇到的問題。每一代的人似乎都有自己獨特的誘惑，因為我們所知道的所有原因，色情是當今年輕人和成年人的一個主要的問題，這個是一個壞消息。好消息是主賜給我們的原則是，如果我們運用這些原則，就能夠使我們遠離這種誘惑，或者當我們屈服的時候，甚至是去到沉迷的嚴重的程度的時候，能夠拯救我們。布勒長老，讓我講下，我剛剛在楊伯翰大學祈禱會裡面講到，而這個就是其中一條問題，所以可以的話，我想讀出我當時的講話。
不如你俾佢哋睇下你喺楊伯雄大學嘅信息啦，我哋都好中意嘅。你遇到的每一个人都会有生命中的挑战，色情就是我们今天面对的众多挑战之一，但是色情就似乎占紧上风，摧毁紧生命、人际关系以及家庭。任何正在考虑婚姻的人都应该同自己的配偶对象保持坦白和诚实，彼此交谈，找出对方的心放在哪里，以及他们正在做什么，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成为一位圣徒。你要做的事真是要以一个坦率、开放和诚实的态度面对问题，但是你不应该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问这些个人的问题。这个是我对你们的提醒，肯定不应该在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就问。如果你们正处于恋爱的阶段当中，而你的对象亦都很诚恳地希望摆脱这种引责，尝试这个新的约，你就可能可以帮助到对方了。太多的男人女人都忍受着沉默，因为我们无意中将那些沉迷色情的人妖魔化了。家长、家人和朋友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来帮助那些陷入困境的人，他们可以倾听并且提供支持和鼓励。无论如何，男朋友和女朋友都没有责任将他们的朋友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每个人都有那一个责任。只有你可以决定藉着主的帮助，当色情将会影响着你的潜在的或者将来的伙伴的生活的时候，应该怎样去继续你们的关系呢？为什么这些是这么重要呢？可能你还未开始约会，但是你迟早会到达那个阶段，而我可以想象你今晚结束之前都会问这个问题。如果你选择同一个正与这种诱惑斗争的人保持关系，那就要帮助他透过祈祷、禁食和定期的经文研读来到转向神。另外，鼓励他同父母、家庭成员、圣职领袖以及或者专业辅导员去倾谈，以获得额外的帮助和支持。我们主要要知道关于这个新约的就是他是有希望的，而如果我们选择去做并且努力去做，虽然不会是容易的事，但是是可以克服的，因为我们付出的帮助和努力都是值得的。所以你差不多要即刻划清界线，并且跟自己说，我现在就会在今晚，因为我在这个聚会听到两位十二使徒定下组的成员的讲话，我现在就划这条线，我将不会再跨越这条线去到色情那边，我将会留在主的这一边，我不会再走去魔鬼的那一边，因为他就是色情的始作俑者，你必须要亲身自己去做这件事。我都希望我可以给到一些神奇的答案，但是那个答案就是克服它，努力点将这些责任从你的生活中排除出去，增加多些救主以及基督的教义在你的生活中，从现在开始直到永远对你都是这么重要的。请记住，耶稣基督的赎罪可以保证你会得到罪的宽恕，并且当你呼求主得到力量去面对每一个尘世的试探、软弱或者倾向的时候，会为你提供机会。的确是。非常多谢沃斯长老和培勒长老。我们还有很多单程的问题是关于去应对他们朋友的疑惑。由他州的问题是，当有些信心受动摇的人问到有关教会历史的难题的时候，你们会给什么建议和指导来回答这些问题呢？我认为首先要分辨问题和疑惑，有些人将这两样东西合并，
就好似兩者係一樣咁。一個真心希望增加知識同埋理解而去問嘅問題，係增進知識嘅方法。我哋鼓勵問題，另一方面懷疑是一個模棱兩可的詞語，有時疑問是問題的同義詞，你只是想知道事情的真相。但是字典裡面的其中一個對疑問的定義是伴隨著不信任，拒絕某一件事。這個就是經文所譴責的事，例如救主在他們在暴風雨中的時候對他的使徒們說，你這消信的人啊，為什麼疑惑呢？摩爾門書第九章說，不要懷疑，只要相信。加爾和聖約第六篇說，在每個思想上都要仰望我，不要懷疑，不要懼怕。所以懷疑是一個令人混淆的詞語，在某些方面我們不鼓勵懷疑，經文是譴責懷疑的。另一方面，真誠希望知道這些問題並沒有包括拒絕的假設，這樣是我們希望去鼓勵的事。有些人就說教會一直隱藏著事實，說其實第一次意象是有很多版本的，這個不是真實的。而事實就是我們沒有去研究，我們沒有回去搜尋究竟在這個問題上有多少研究已經發表過。例如楊伯翰大學的詹士亞倫教授在1970年就已經在教會的雜誌發表過一篇文章，解釋過第一次異象的不同版本的問題。那篇文章是多久之前說？1970年，那時是1970年。哇，我們一直收埋了很久。是啊，是啊。但是這樣就說教會隱藏了事實。對這件事我們不得不說，身為覆蓋全世界的兩位使徒，並且認識教會的歷史，亦都了解從第一任開始的總會會長團以及十二使徒定下組的所有人的政績，教會領袖從來沒有嘗試或以任何方式去向任何人隱藏任何的事情。而家我哋有約瑟斯密文獻集，以前我哋手上所擁有嘅資料，所以我哋而家更加了解先知約瑟，真係好啦。我報告有呢個文獻集有好多集，裡面講咗好多嘢，我而家仲喺我書櫃上，可能你都已經讀過曬啦，但係我都仲未，我讀得太慢，所以要信我哋。無論你身處世界邊一處，你對任何人分享呢啲信息，而佢哋提到教會唔夠透明嘅時候，要表明我哋嘅透明度就係講出事實。我哋必須要咁做，因為呢個係主嘅方式。我有一個個人嘅經驗，我記得當時我有一個十幾歲嘅仔住喺屋企，佢問我一個關於教會歷史嘅問題，我諗係關於約瑟斯密嘅。他和我都不記得這個問題是什麼了，但是沒多久之前他跟我說，你的回答令我一生都受益。我問個問題是什麼啊？他說我不記得了。我說我在這裡在說什麼呢？但是他記得個答案，他記得他問了我關於教會歷史裡面一個比較棘手的問題。他說，爸爸，你說你不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他說這個回答令我印象深刻的原因是因為那次你第一次承認你有東西是不懂的。那個是他記憶的一部分。不過他說跟著下來的一部分對我一生都提供了力量。你說我不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但是我知道約瑟斯密的確是神的先知。
佢復興咗後期時代豐滿嘅福音。佢話：呢個為我嘅生命提供咗一個模式，我冇所有問題嘅答案，但係我知道，我知道嘅。約瑟斯密係一位先知，咁就已經足夠令我去面對並且等待其他事情嘅答案啦。非常之多謝，多謝你，烏克斯長老、佩納長老，我可唔可以問你哋一條問題啊？當然可以啦。好，咁我兩個月前先至歸信受洗，我會感激你俾家庭唯一一個教會成員嘅任何建議。咁你對我開始呢個偉大旅程有咩建議呢？你答先啊。首先，歡迎你參加教會。多謝。你將會成為神嘅國度嘅一個美好嘅新成員，好好享受。透過喺支會中服務認識嗰啲人，當你同支會嘅人更加熟絡，並且喺呢所大學中同美好嘅單身成人建立友誼嘅時候，讓佢哋去教導你，讓佢哋去回答你嘅問題。假如你有任何問題係佢哋回答唔到嘅話，唔好猶豫去問持助會會長，或者去問主教，或者去問一啲你信任嘅人，去問米切爾啦，佢有曬所有今晚嘅答案。佢佢有啊，佢有。我都想有。得㗎啦，佢係還鄉傳教士，但係佢啲答案都係西班牙文嘅喎。冇人會聽得明，所以咁你就唔好用中文去問啦。我哋冇問題㗎。好啦，多謝你加，歡迎你加入教會，我哋愛你。非常多謝你。當你提到呢個問題嘅時候，伊麗莎，我諗起我喺一個喺歸信者身上學到嘅事。我拜訪佢嘅時候，佢係支聯會嘅會長，大約喺15 or 20 years之前，呢位支聯會會長歸信加入咗教會。我聽到佢教導佢支聯會嘅新教會成員。佢提出咗一個我從此都非常珍惜嘅一個建議，我諗會對你好有價值嘅。佢話一個新嘅教會成員需要確保佢哋有聖潔嘅習慣同埋正義嘅常規。然後佢解釋話，聖潔嘅習慣係每一個教會成員都應該有或者做嘅事。個人嘅祈禱、研讀經文、遵守戒命、參加教會聚會，每個人都應該有聖潔嘅習慣。在教会里面继续去成长的。他说，但是你可能想知道我讲正义的常规是什么意思呢？新归信者需要正义的常规，但是我不能够告诉你这些常规是什么，因为是因人而异，根据每一个归信者的需要和他们的背景而决定的。他说，例如当我加入教会的时候，我读大学，每一個星期六晚，我都會同我嘅朋友一齊去酒吧度飲酒。跟住佢話，啤酒嘅味道令我好興奮嘅。啤酒嘅味道總係會令我想嘔嘅。不過，但係對佢嚟講，啤酒並唔臭，並且會帶領佢去到一啲社交嘅惡習同埋誘惑之中，會令到佢冇辦法去遵守智慧語。所以他對新的歸信者這樣說，你需要分析一下，你需要怎樣去避開那些誘惑。對我來說，是要走另一條路回家，不要經過朋友聚集的酒吧。對他和對你來說，一個正義的常規是不同的，但要分析自己的情況，加上聖潔的習慣等正義的常規，可以幫助你在福音裡面去繼續去成長。多謝，非常多謝。好了，我們現在有另一個來自墨西哥的問題。Hola, ¿hay alguien en México que quiere hacerse una pregunta a Elder Oaks? Gracias, amigo. Adelante. Así es. Soy Carlos. Mi pregunta es la siguiente.
Algunas veces, algunas personas piden una experiencia espiritual en el momento de elegir a su compañera eterna, y otros no lo hacen. ¿Cuál es su opinión respecto a eso? Okay, that was 好，呢個係一個對所有嘅單身人嚟講都係好好嘅問題。佢嘅問題係：你聽過有啲人會得到一啲靈性嘅感覺，並且會想為咗想知道邊一個係佢嘅永恆伴侶而祈禱，但係有啲人就直接揾到。所以你會有啲咩建議俾呢啲正煩惱緊嘅單身成人呢？等我試下回答好嗎？你先啦。咁我講你哋知啦，你哋年輕嘅男女要攞開曬你哋嘅手提電話，攞走曬所有科技嘅嘢，然後學習點樣同對方面對面、眼對眼去交談。天啊，呢啲事就係咁樣發生噶啦！你哋係作奸自博，你哋冇做正常人嘅做嘅事。因為你哋有呢啲科技，阻礙咗你哋，帶領咗你哋去呢度去嗰度。等我好講快，好咁好快咁講你知。當我傳道翻嚟嘅時候，我去咗猶他大學，好抱歉。喺大學嘅迎新舞會上，我有一個朋友同我講，我有一個年輕嘅女仔想你認識下嘅。如果佢哋有佢嘅相，我會叫佢擺上嚟呢度。我唔知道我有冇將個相寄俾你哋，但係總之我同佢跳咗大約二十尺咁遠，嗰個就係人哋拍你膊頭請你行開嘅時候，而嗰時就有人拍咗我膊頭，但係我望住佢雙眼，然後我講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嘅年輕女仔，佢好受歡迎，佢哋一定要認識佢。我想講你哋知，我最終成為唯一一個有曬所有答案嘅真正並且活著嘅還鄉傳教士，我揾出所有嘅問題並且解答曬，但係就用咗十個月去說服佢去嫁俾我。而家我哋已經有七個仔女同四十三個孫，仲有八十六個曾孫。如果你冇一開始望住對方嘅眼，你就會錯過噶啦。到你到達我咁嘅年齡，好似八十九歲，你又會有啲咩呢？你一定要有個女喺你晚年嘅時候照顧你噶嘛。我只係想講你知，要認識對方，放低曬嗰啲嘢。我望過去在座嘅你哋有啲坐埋一齊，但係就望住你哋嘅電話。我希望烏克斯長老同我嘅聲音今晚會嚇醒你哋。你哋放低曬手上嘅嘢，抬高頭，然後講：嗨，我叫佩勒羅素，你叫咩名啊？然後你哋開始交談，咁樣就會幫助呢位兄弟解決佢喺墨西哥嘅問題啦。係啊，會㗎。要用合理嘅詞語，我會話 boo。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啊，培勒長老。如果在跟住落嚟嘅十個月裏面，你只係去嗰啲雲鄉傳教士同一大班女仔出去嘅地方去玩一下，咁你所揀嘅嗰個美好嘅芭芭拉。究竟會怎樣呢？可能他所等待的男仔會完成傳道回來，而他就會跟他結婚了。如果我容許這樣的事發生的話，但是我不會的。這個是一個很反對純粹找下的有力理由。是啊，這個是反對太早跟異性單獨拍拖的有力理由。應該是開始試一下跟異性聊聊天，怎樣互相交談，而不是互相發短信。前幾天我聽到一個唔會講喺邊度嘅城市，有一對後期聖徒男女，佢哋喺同一個城市裏面互相發短信，但係從來冇見過面，但係又定咗婚喎。呢個就過分咗啲啦。但係我有一個秘書仲未結婚，我問佢：你有冇同人約會啊？佢就話：
我收到一个短信邀请我去一个约会，跟住我就话俾佢个名俾我，我要打电话俾佢。佢知道我想点，我一定会摇醒呢个男仔嘅。佢最后都遇到一个真命天子，而家都结咗婚，仲有两个小朋友添。普拉长老啊，我知道呢一个关于婚姻嘅问题，同埋你点样知道你揾到啱嘅对象等等。我知道呢个问题会出现嘅，所以我做咗啲研究。因为我记得在1973年，当我是杨伯翰大长大学校长的时候，听到一个讲道，是很多年之前。他们都还在灵的世界。是啊，他们的父母都是在灵的世界。但是在1973年，一位深受喜爱的使徒，一位教会教义的权威，布斯麦康基长老来到杨伯翰大学讲道。讲到关于选择婚姻伴侣，我去找回那个讲道，我想读一下他就这个主题当时所讲的几句说话。首先我不想花太多时间，所以我会意译一下。他开始的时候说，在正确的地方和正确的人结婚是我们在尘世生命最重要的一件事，这个当然了。然后他说，我们在尘世生命的其中一项挑战是要学会聆听和跟随主的灵所给我们的提示，而且要学习怎样行使我们的选择权。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判断和学识去行事。他说，在选择权和灵感之间找啱的平衡点，是我们在尘世生命要学习的其中一件事。好了，现在讲到这里，我要读出他的话。我在这里要引用布斯麦康基长老的话，是杨伯翰大学的一场祈祷会。哎呀，我讲错了，我说是1973年，其实是1974年。如果有人想回去找回这篇讲道，那个题目是选择权与灵感。他将原则引用到选择结婚的伴侣，他这样说，我们面对了两项提议，一项是我们应当接受灵感之灵、启示之灵的引导，另一项是我们被指示要在这里运用选择权，自己决定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若要行走一条能在今生给予我们快乐、满足、平安并通往父国度的永恒酬赏的道路，就必须在这两项提议中取得良好的平衡。你们要如何选择妻子呢？我听过许多杨伯翰大学与其他地方的年轻人说，我必须有一种来自圣灵的启发，我必须获得一点启示，我必须禁食祈祷，让主显示我应当和谁结婚。我想讲下我不断重复听到同样的一番话，听下他怎么说。然而你们也许将大吃一惊，但我一生中我从未求问过我应当和谁结婚，我从未想过要问他这件事。我出去找一个我喜欢的女孩子，她适合我，我评估并衡量此一终身大事，对我来说我觉得似乎是100%的肯定就该这样。当时我若做得完美，就应该与主多做些讨论，但是我没有，我所做的只是祈祷求问，求主在我所做的这项决定上赐予一些指示与引导。听起来好像是奥利弗·考德利在教育和圣约第11篇的忠告，是不是？不要等到主话给你知你应该和谁结婚，或者等到你太老不能够结婚。有些人似乎正是为这件事而努力，有些男士似乎是就来达成这个目标。我要再度引用布斯麦康基长老的话，他说，一项更完善的做法是与他商量与此决定有关的事项，并获得属灵的认可，以证实我藉着运用选择权与才能得到的结论是正确的。
對你哋某啲人嚟講，呢件事可能令你好驚訝。一位備受尊敬嘅使徒話，佢並冇等主去啟發佢應該同邊個結婚，佢利用自己嘅選擇權同埋判斷力，佢嘅智慧、經驗以及一生嘅觀察，並且聽取佢內心嘅感受。而有啲人可能認為咁樣係好極端嘅，但係我冇。我希望下次我哋嚟到你哋嘅宗教研究所嘅時候，你哋會坐埋一齊面對面傾偈啦。男士們，唔係喺度等啊，唔好喺度等啊。我哋已經講得好清楚啦，係咪？我哋已經盡曬力噶啦。我諗已經好清楚。係啊，真係好好嘅建議。好啦，由靈性充沛嘅傳道時間翻到嚟真係好難。來自烏干達嘅約瑟文，我發覺好難感受同經歷我喺傳道時候嘅靈性經驗同埋奇蹟。我發覺我好想再次有嗰種感覺。咁我可以做啲咩咧？我仲需要做啲乜嘢咧？我諗都係同佢喺傳道嘅時候所做嘅嘢一樣啦。但是我們要很小心，不要將全部時間服務的傳道工作看作是全職一生服務中所分離出來的一部分。傳道是比男仔兩年的時間，而女仔十八個月，那段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一段時間，讓你去認識神，去認識救主，去認識復興的偉大信息。因為你在當中服務，所以你會得到靈性的經驗。我的答案就是繼續做你在傳道的時候所做的事，去建立你的見證，盡你一生去做，保持定期的經文研讀，早晚都要做你的祈禱，並且要伸出援手去服務其他人，要尋找機會去分享，以及同其他人去交談。這個是很簡單的事情，真的要繼續做那些偉大的事，一生都保持住你從傳道中培養的一些良好的習慣，準時起床，出門口活動，做你可以做的一切事，去提高你的靈性。很多這些靈性經驗都是透過你去服務其他人和向其他人伸出援手的時候獲得的，這些就是我會做的事，繼續做你身為傳教士會做的事。這個是非常好的建議，我只是想補充一下這一點。我可以直接望著米切爾，因為他是一個雲鄉傳教士，但是當你完成傳道的時候，靈感和個人選擇權之間的平衡就會有所改變。米切爾，傳道的時候有沒有人告訴你你要幾點起身呢？有曬指引㗎，係啊。有沒有人告訴你幾點要睇經文呢？有。有沒有人告訴你在哪裡服務呢？係啊，有啊。無論是男仔或者女仔，這些全部都是高度規劃化的傳教士生活的特徵。所以在傳道的時候，你所做的一切的平衡點明顯是傾向靈感的一面。當你從這些限制中解除的時候，你再沒有一個同伴分派給你，你必須自己去找一個。是啊，沒錯。好啊，所以這樣說明了和你在傳道的時候有不同的平衡，而且你在傳道的時候受到傳道規則的規範。當你離開傳道地區的時候，你要自己定立自己的規則，你要仰望主的教訓和經文，但你是為那一日、那一次和你餘生定立規則的人。因此完成傳道之後是需要作出調整，但有些人就作出過度的調整，不再做好像培勒長老剛才所說的那些基本事項，但是也都有些人在這裡等待其他人去告訴他們知道他們要做些什麼，他們不明白自己是有責任出去尋找一個伴侶，而不是等待他人去分派的。
呢點翻到去我頭先嘅答案。呢個係非常好嘅答案。非常之多謝你哋。所以米切爾，你有嘢去做啦。我知道我要去做。我知道我哋烏干達嘅朋友同埋其他雲鄉傳教士都會非常之興奮聽到呢啲答案。正如你所知道，當你見到你嘅家人同朋友失去咗佢哋嘅信心，的確係一件好痛心嘅事。呢個就係我哋另一個題目。我哋有一位單程叫做 Carla 問咗以下嘅問題：我有好嘅父母，佢哋唔再積極，因為我係最大嘅女，我覺得我有責任去保證我嘅兄弟姊妹都有福音喺佢哋嘅生活當中。而我覺得以身作則已經唔再足夠啦，可以做啲乜嘢可以令到我所愛同埋迷失咗嘅人或者係朋友再活躍呢？佢高級過我，所以我諗我要回答啦。我首先要講嘅係，唔好向佢哋説教，只需要去愛佢哋，同佢哋分享嗰啲適當嘅你嘅生活經驗，要尊敬佢哋，同埋尋求佢哋嘅忠告。我好相信，當我哋咁樣對待嗰啲我哋所愛嘅不積極的人的時候，主最終都會以某種方式透過某些人觸動他們來回答我們的祈禱。當我還是你們這個年紀的時候，我的父母也都沒有積極回教會，我也都很擔心。我去傳道的時候，他們完全支持我，但是有一些靈感鼓勵了我的父母搬去另一個地區，而主就將他們新支會的主教放在我當時服務的地區的同一個部隊裡面。於是我和這位主教就變得熟絡了，而我跟他說，你知道嗎？我的父母就來搬入你的支會，到時你可不可以去探訪他們？之後主教去探訪了我的父母，並且邀請我爸爸在主日學會長團擔任支理，這樣就開始了他的完全的積極、完全的交易。我爸爸媽媽死的時候都還是完全的交易狀態。事實上我爸爸更成為聖殿的印證員。所以我想說的是，不要反應過度，要透過愛、善良、温柔、注意、樂於助人、祈禱。我想只要我們這樣做，我們就會找到教導的機會，而且還會有更多的其他的東西。一個家庭教導教師或者主教或者其他人會介入和幫助完成你所擔心的事。明智的忠告。講到觸動家人的心，無論是配偶抑或是父母、仔女還是兄弟姊妹，善良、愛心和耐心是最基本要追求的事。我會跟你分享一個這樣的例子。在大概十年前一個中西部地區的支聯會大會那裡，我遇到一位姊妹，她告訴我她的非教會成員丈夫在過去十年或者十二年都有去教會，但是她對福音沒什麼興趣，亦不會考慮去加入教會。她問我她應該怎麼做，我說盡你所能成為最好的妻子，要有耐心，跟從培勒長老的建議。而我說要明白，令人加入教會最有力的影響力是一個正義榜樣的力量，而不是說教或者是衝擊的力量。一個月之後，她寫信說，我以為和丈夫很和睦地相處了十二年就足以表現出善意。你可以看到這個答案是有些端倪的。她說，我盡力去對她善良，現在她同意
接受洗礼。我冇办法预测每一个人喺一个月之内会发生乜嘢事，但我亦都唔能够预测喺六年之后我收到嘅一封信里面嘅结果。佢话我丈夫刚刚被召唤成为我哋教会嘅主教，呢个系十二年嘅内心嘅奖励。呢个系内心感爱生活喺福音之中强大嘅影响力。多谢。下一條問題就係有關婦女角色，來自猶太嘅問題就係家庭文告教導父親要提供生活所需同埋保護家庭，母親嘅主要責任就係養育子女。教會最近強調婦女要接受教育嘅，令我好困惑。我哋身為教會嘅婦女，係咪唔應該同時擁有子女同事業咧？我想講嘅係。同呢個問題相反，家庭同事業並唔係喺度競爭緊，呢個並唔係一個比賽。家庭或者教育亦都唔係喺度競爭緊。女性係可以兩者兼得嘅。問題係在於喺個別嘅情況下嘅時機。我可以用我自己母親嘅例子嚟說明呢一點。我知道呢個問題可能會出現，所以我請求放一張我細個嘅家庭照片。我想你睇下我嘅媽媽同埋佢嘅家人。呢一張相，我係後面嗰個好高大嘅男仔。呢張相係喺我爸爸過咗身之後，大概兩年之後影嘅。我嘅媽媽係一位寡婦，要養育呢三個孩子，佢從來冇改嫁。好彩嘅係佢有一個大學嘅學位。喺佢嘅情況，雖然佢同我嘅爸爸喺結婚三年之前就認識，但係佢哋太窮啦，冇辦法可以結婚，所以我嘅媽媽繼續讀書，我嘅爸爸就去咗第二度讀書。過咗三年之後，佢哋先至結婚。由於主祝福咗佢，佢有一個學位。所以當她的丈夫去世的時候，她可以供養她的家庭。我不會再提供更多的細節，但是對於我自己的家庭，我很高興我的媽媽既有教育又有家庭。在其他的情況可能會有所不同，但是我們個人生活的時間表裡面，我們不一定要在兩者之間選擇其中一個。我哋必須要選擇適當嘅時機。我哋咁做嘅時候，要尋求主嘅啟示以及佢仆人嘅教導。非常好嘅答案，答得好。好，我哋下一條問題係有關於安息日。我哋感激我哋被教導要去令到安息日變得更加神聖。但係一位嚟自加州嘅丹城問咗以下呢一個問題：呢個世界似乎只有好少，甚至係唔再尊重安息日嘅崇拜。我感覺到好矛盾，因為我嘅學位正引領我去到一個無休止要求僱員喺星期日工作嘅領域。喺咁嘅情況之下，你有咩任何嘅建議呢？我想是有的，我相信有一些專業你是需要的。如果你在那一行裡面，例如如果你是紀律部隊或者是一些公務員的工作，的確是需要安息日去工作的，因為他們需要去輪班，那些就是你沒辦法控制的情況。但是假如你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应该尽你的所能，最少每一个月去领受一次圣餐。而我相信大部分的雇主都会容许这样做的，至少我的经验告诉我他们会。所以这个答案是有两面的。有些人是會被雇在一些被要求的工作上面，那你就必須星期日去上班。而另外一面就是去找一些是不需要在安息日工作的工，但是有一樣肯定的，就是我們都需要
盡量找方法去領受聖餐。我們必須經常這樣做，每個禮拜都去領受是一項祝福。我們身為總會持有權柄人員，我們沒有這個特權每星期去領受聖餐，因為當我們完成支聯會大會的時候，通常已經是兩點半或者兩點或者一點或者幾時完都好，跟住我們就要回家了，所以我們錯過了很多領受聖餐的機會。要記住，安息日聖餐聚會是主命令我們要去參加的一個聚會。我們總會持有權柄人員過去三年一直都努力緊，嘗試去在我們所有的心裡面再次建立這個觀念，就是那一個鐘頭十分鐘是屬於主的。我們要求去教導福音，我們教導基督，我們藉著召喚人去演講，去為基督作見證。我們要求祝福以及傳遞聖餐要成為每一個教會成員生活中的一個神聖及珍貴的時刻。然後我們要停頓下來，我們放下任何分散我們注意力令我們無法專注在救主的一生和他和他的使命，以及救主和世界救贖主的救贖犧牲上的事情。當你這樣做，我們就鞏固了我們的靈性，令我們更加堅強地去迎接另一個星期。所以我想你要明白這個是有彈性的，但是我們的目的是要盡我們所能在安息日去出席聖餐聚會。當然如果時間容許，還有其他的聚會你可以去參加。多謝貝勒長老。我只想用一個個人的經驗去補充你講到關於安息日的事。當我讀高中的時候，我在一間電台工作，讀大學的時候我繼續在那裡做事，所以我在電台工作了五六年左右。我經常在星期日工作，我做的是剛才被描述的那些工作之一。當我離開家去到研究所的時候，我的媽媽對我說了一番祝福了我一生的說話。我守寡的媽媽說，達林，你一直在星期日要工作，在星期日讀書來做功課。你的爸爸在讀醫學院的時候，他從來沒有在星期日讀書。他說，我想我在六日工作而不在安息日做事，我的表現會更加好。因為這樣他非常蒙福。我想你去研究所的時候，你應該考慮這個問題。所以我決定去跟隨這項改變了我一生的教導。我在研究所的時候從來沒有在星期日讀書，雖然如果在星期一有考試的話，這樣做是有相當大的壓力，但是我發現藉著主的祝福，我可以在六日之內完成更多的事，而在安息日負起家庭和教會的責任，而不是在六日裡面嘗試取得平衡。我的意思是在七日內試圖平衡學習、工作以及所有這一切，這樣為我的生活建立了一個模式。我很高興我遵守了我那位寡婦的媽媽給我的忠告。我想向這個小組建議，當中有很多人是學生，我建議你們如果能夠按照主的方式去做事，你們會走得更遠。因為創造這個身體和靈魂的那一本說明書說，六日要勞碌作你一切的工。沒錯，你知不知道現在幾點啊？我太開心了，所以我都沒有看過這錶啊。我們是不是應該請他們結束呢？我想我們還有時間答多一條問題的。是啊，如果可以的話多一條。這條來自猶太州，有關悔改和基督的救贖。他們問，我一直努力去悔改很多年了，但是就一直在同樣的困難上掙扎。
我對悔改過程的認罪沒問題，但是似乎沒有獲得力量去放棄我的罪。如果我是面對面跟你說，你會怎樣建議我呢？你想我先說嗎？麻煩，給個機會。給個機會你想想。好了，這個是非常有見地的問題。我想在我們這個靈性的旅程當中，各位兄弟姊妹，各位美好的單程，我們要在我們的腦中記住，提醒我們自己，我們是哪一個？我們是神的兒女，我們是祂靈性的子女，我們天上有個母親，我們被差遣來到這個塵世，獲得塵世的經驗，這個是我們永恆進步的關鍵，所以我們稱祂為救恩的計劃，或者幸福的偉大計劃。在這個過程中是一個戰爭，我的判斷認為是去繼續喂養我們的靈，就好像我們喂養我們的身體一樣。我經常想，我們要每天三次拉我們去一個靈性的台前，就好像我們去吃早餐、午餐和晚餐一樣，去照顧我們的身體，令我們得到均衡的營養，那我們就可以做到了。我們會得到這種對基督的愛，這種奉獻，這種承諾，深深地印在我們的心裡面。祂就是救主，祂就是世界的救贖主，祂已經為我們做了只有祂可以做的事，而祂的救贖的意義對於我們就代表了一切。因為如果我們做錯事，我們可以通過努力而得到寬恕，這個就叫做悔改，而祂就是福音的潔淨的原則，而我們會得到所有的確定，我們的靈魂會得到所有正面的肯定，知道我們已經被寬恕我們一生中所做錯的事。但是前提是我們必須要養育我們的靈性，從而最終指揮和控制我們的身體。哇，幾個名字啊！我要表示同意。我首先知道悔改是可能的，寬恕是肯定的。好像經文所說，當我們被寬恕的時候，雖然我們的罪惡如同猩紅，但這種顏色會被沖走。主已經應許祂不會再記住那些罪，如果祂都不再記得那些罪的話，我們就不應該再想了，繼續我們的生活了。我們有內在的力量去完成悔改，教會中的每一位主教都在嚴重犯罪的情況裡面擔任一個角色。如果罪不是太嚴重，那如果我們懷著破碎的心和痛悔的靈去領受聖餐，在主面前承認自己的罪，那聖餐的儀式就扮演了那個角色了。悔改是可能的，寬恕是肯定的。我敢見證是奉耶穌基督的名，阿門。非常多謝你們，這個真是一個神奇和富有靈感的一晚。多謝你烏克士長老和培立長老今晚為我們分享你們的見證和忠告。我知道我今晚獲得了很多問題的答案，我知道世界各地都是有很多一樣的。多謝你們，我們很開心。如果你們會有一些散會之前的支持或者見證，我們之後會有散會詩歌和祈禱，好嗎？多謝樂觀宗教
研究所的男子无伴奏合唱团会唱我时时需要主。之后来自秘鲁的山提安尼达支援会的马丁会为我们做散会祈祷。汪司长老，我可以先说吗？多谢你。首先，我非常之开心可以同我嘅使徒同工坐埋一齐。佢仲系我好好嘅朋友。我哋喺十二使徒定额组入面有好好嘅兄弟情谊。当你哋喺教会中同每一个人都更加熟悉嘅时候，你亦都会有同样嘅兄弟同埋姊妹情谊。我只是想很快给一个建议你们，就是要找时间静下来，找时间或者想想我们今晚所讲过的事情，找时间写下你今晚听到的，还有你今晚感受到的事，或者不单止是你今晚从我们身上学习到的事，更加是包括从圣灵所得到的提示。我们致力想达到的，以及你会努力做的，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我们会好像救主爱我们这样去彼此相爱。我爱你们这班年轻的单身成人，你们年轻人是教会的将来，我们已经老了，我们知道最终有一天会轮到你们负起支会、支联会甚至总会里面的定额组以及辅助组织的重要角色，所以愿主的平安与你们同在。我见证并且向你作证，救主是基督，祂已经复活了，是世界的救主和救赎主，这个是祂的教会，我非常之爱祂。我觉得能够被召唤为祂的名字作见证，成为见证人，向全世界作见证，真是一个人所得到的最高荣誉。我作出我的见证，完全是因为我对我们至爱的救主的感激和爱，而我相信你们都一样那么爱祂。愿主的平安和祝福在现在甚至你的一生都与你同在，这个是我的谦卑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真是荣幸能够和培勒长老一起从他的教训和智慧中受益，我要在他的见证上加上我自己的见证。我们见证主，我们很高兴在全世界做他名的见证人。他的名字有很多的意思，但是包含了他伟大的赎罪牺牲，即由父的吩咐，他的计划为神的儿女们提供救恩和超生的机会。我们拥有耶稣基督丰满的福音，我们有圣职的权力去执行祂的教义，同我们一起增强我们去面对所有尘世的挑战。我为这些事作证，并且向你们在不同的福音研究所聚集的人提出一项建议，为了要增加福音研究所的报名和出席率，我建议那些听到我们声音的人在可能和合适的情况之下，可以找一个对你们方便的时间，以及在你们的领袖的带领之下，找一个时间坐在一起去讨论我们今晚所说的事。我想鼓励更多的讨论，因为这样会带来更多的个人启示。我要为所有这些事作证，并且向你们表达我的爱。我们爱你，
我哋最大嘅渴望就系见到你哋走上永生嘅道路，感受到你因为主嘅祝福而嚟到嘅喜乐。呢个系我哋嘅荣幸同埋渴望。我哋以爱嚟结束，要为我哋今日所讲嘅真理作见证，系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I need thee every hour, most gracious Lord. No tender voice like thine can peace afford. I need thee, oh, I need thee. Savior, I come to thee. I need thee every hour. Stay thou nearby. Temptation. Padre Celestial, en esta noche, Padre, estamos muy agradecidos por la oportunidad de haber tenido escuchar a tus apóstoles. Te damos muchas gracias, Padre, por las respuestas a nuestras oraciones, las respuestas a nuestras preguntas del alma. Te damos gracias, Padre, por tu espíritu y por tu guía constante. Te pedimos, Padre, que nos bendigas con ese mismo espíritu retornar a nuestros hogares, que podamos poner en práctica lo aprendido el día de hoy, que podamos actuar con obediencia y diligencia, a ser mejores siervos tuyos. Bendícenos también para hacer de institutos una prioridad en nuestras vidas. Ayúdanos a ser una luz hacia los demás. Te amamos, Padre, y
nos dedicamos a ti nuevamente el día de hoy para hacerte obedientes y diligentes. En el nombre de Jesucristo, amén.